概述：萨卡特卡斯州位于墨西哥的中北部，拥有74668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3.8%。与以下几个州接壤：杜兰戈州、科阿维拉州、圣路易斯波托西州、新莱昂州、阿里斯克州和瓦斯卡连特斯州。萨卡特卡斯州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对外交通便利。该州与美国近在咫尺，离墨西哥两岸港口亦颇为接近，对欧亚通常有地理之便。全州拥有人口149550人，其中566607人有良好的经济实力，其平均年龄为24岁。在萨卡特卡斯州有广泛的机会，包括对本地经济、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有战略性的领域。该州被世界银行认为是在墨西哥商业环境排名第3和旅行合同率排名第1的州。除此之外，近几年来该州的就业增长率和州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则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萨卡特卡斯州的经济领域如下：矿业，萨卡特卡斯州的银产量全国排名第1，占全国总产量的48%；锌产量也排名全国第1，金产量排名全国第3。现在该州有13家企业，矿业是一个高科技的领域，有达到国际水平的能力。萨卡特卡斯州拥有全国唯一的矿业聚落群，能有效地提供矿业后勤支援和提升业者竞争力。农业，萨卡特卡斯州占全国商业豆类产量的50%，在以下农产品也是全国领先：干辣椒、青辣椒、蒜、畜牧用燕麦、葡萄、仙人掌果实、番石榴、桃子、龙舌兰、番茄和大麦等等。此外，在棚栽农业也有很高的产量。工业，我们拥有在拉丁美洲最大的啤酒生产厂商，其生产科技领先全球。在汽车产业领域有15家汽车零件生产厂商，我们与全国各州的汽车组装工厂皆有密切的联系。比如阿里斯科州、阿瓜斯卡连特斯州、科阿维拉州、圣路易斯波托西州、瓜纳华托州。在短短一年之内，已有山下工业和小叔集团2家大型日资汽车零件厂商在本州设厂。现在萨卡特卡斯州也有航空航天业一家大型公司在本州落户，其在美国有60余家工厂。除此之外，在欧洲和亚洲也有工厂。在信息科技方面，在本州有提供远程服务和软件开发的公司，使本州在该领域全国领先。此外，在一些领域，本州也有很多的商业机会和增长势头，比如旅游业、贸易、风能、太阳能等等。本州约有3个工业园区，占地面积达到330多公顷，园区内有很多已经建立起来和正在生产中的工业。此外，萨卡特卡斯州在卡雷拉市区建立了 Mega Barge 大型航太工业机场，占地近400公顷，并拥有天然气供给设备、铁路支线和内部海关等设施。另外，本州在瓜达卢佩市区正在新建面积达66公顷的 Cities 工业园区。本州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可使大型工业得以发展。本州有23个大学和高等学府，有45000名年轻学生学习各种本科和工业类专业。
本中又一个萨卡特卡斯航空航天中心，其实为了培训航空航天业的人才而建立的，但是现在也能为其他很多工业培训人才，如机械金属和汽车工业等。萨卡特卡斯州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我们想要建立一个繁荣、很稳定、安全的萨卡特卡斯州，以吸引新的投资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我们会把健康、体育、文化以及所有能给我们带来更高品质生活的东西优先考虑。因此，我们想要联系社会，通过公共政策找到能够促使发展的联系点，使投资、就业和生活在萨卡特卡斯州和全墨西哥的人受益。